暖谁人知。人生路苦梦了解，心地胆小，命难调。坎坷人生路，犹原爱行。赖产婆，你误会了。误会？什么误会？你把我害成这么凄惨，难道还不够吗？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阿凤，把他赶出去！啊！哎，不好吧？娘，你在说什么？他是梅太医。梅太医，就是要杀你娘的凶手。赖产婆，我对不起你，真是对不起你啊！老夫人，你这是干什么？这些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你已经死在那场火里面了。虽然那场火不是我放的，可是。害你变成这样，我对你还是非常抱歉。你在骗人，那场火不是你放的，是谁放的？你今天给我说清楚，就算你要杀我灭口，也应该让我知道真相，不要让我死得不明不白。我今天变成这样，过着人不像人的生活，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知道真相。那玉玲，你给我说清楚，你说。阿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今天回来，心里面早就有了觉悟了。既然你要知道真相，我也可以把藏在心里面这么多年的秘密说出来，让人知道。好啊，那你说说看，到底是谁把我害得这么凄惨？夫人，起来再说。那是明朝刚建国那年的事了。你听清楚，我要你把我儿子跟硕飞生的儿子调包。调包？你现在在说什么？你疯了是不是？疯了？也可以这么说，就因为我疯了，才会想出这么出乎意料、精彩绝伦的计划。这都是那个不遵守诺言的朱元璋逼我的。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我要快点去救硕妃娘娘，你别拦着我。你是希望宫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赛昭君的花名不成？
沈万岁，你……难道你希望朱元璋知道你在苏州河畔群芳阁的那段不堪过往吗？难道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吗？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从一开始替我赎身，安排我去读医学院，后来把我弄进工作太医，都是为了这一刻吗？聪明，你果然聪明过人。既然都被你猜中了，又何必多问呢？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恶毒？你的心机怎么这么深呢？我还把你当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恩人，口口声声喊你大哥，结果你竟然……你实在太过天真了。你以为你真的有这么国色天香、楚楚可怜，值得我花这么多银子、花这么多心思来帮助你、栽培你吗？笑话，真是笑掉我的大牙！这么看起来，你没多聪明吗？沈万岁，你实在太过分了！过分又怎么样？我就是要我的儿子可以做大明朝的皇帝，替我报仇。你想想看，我的儿子竟然跟硕妃生的孩子只差一天出生，这真是天助我也！你想想，老天爷竟然如此厚爱我，我怎么能辜负老天爷的好意？你不但是疯了，而且还是没心没肝的丧心病狂。废话少说，换还是不换？我自己的名声坏了无所谓，可是我的温儿将来还有机会在朝中飞黄腾达，要是因为我而害他被连累了，那么我不就毁了他一生吗？当初我愿意进宫做太医，也是为了温儿的将来着想。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竟然会把慈云宫放火烧了，一个活口都没留。所以我一直以为赖产婆已经遇害了。事情真是如此吗？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敢对天发誓，我绝对没骗你。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娘，你不要难过了好不好？老夫人，既然你有这么好的出身，为什么你会去？那时候元朝的皇帝是个暴君，四处都有人起义反元，动乱不已。我的夫婿为了救我跟孩子不幸丧命，那些暴民见我还能卖几个钱，就把我送进青楼。虽然我坚持卖艺不卖身，可是那段日子是我一辈子心里面永远的痛。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让人知道我有这样的过去，因为这样一定会连累到我的温儿。你为了保全你的孩子就能做这样的事吗？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隐姓埋名，不问世事，连自己的儿子也一直没再见面，但是却还是逃不过良心的责备。赖产婆，我对你除了说对不起之外，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如果我能够做出任何补偿你的事，我一定马上去做。补偿？你要怎么补偿？你相信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尽我一生的力量来补偿你。眼前就有一件事
你一定要先坐。老夫人，什么事啊？阿草，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你娘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要是让沈万三知道你母亲还活着，他会真的杀人灭口的。罪民叩见皇上。起来，谢皇上。陈万三，你一直在背后操控皇子间的争斗，现在却自称罪民，朕还有点不太习惯了。皇上，你这话似乎有责怪之意。哪有啊，朕现在有求于你啊，哪有什么立场敢怪你啊。啊，师叔。国师这声师叔所谓何来？我那一介商人怎么会是国师的师叔呢？师叔，你根本不需要隐瞒你是飞云道长的身份。我根本就不是飞云道长，请国师别硬往我身上安名号。你、我、皇上对你的身份都非常清楚，你何必否认呢？国师，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刘伯温，他是不是飞云道长并不重要，毕竟现在不是追究的时候。微臣了解。石万三，朕当年食言把你流放，朕有错在先，朕现在跟你道歉。皇上，你真是折煞我了，你贵为天子，哪有错的道理？只是这二十多年来，我沈万三就是不服。所以你要利用这次机会对江建体卷土再来一次。国师不愧是国师，果然心思细腻。再说这对江建堤之事对百姓是大大有利，皇上应该没有反对的理由，不是吗？没有错，到这个地步朕已经没有反对的余地。虽然朕不像当年那么幼稚，并不想再赌一次，但是为了天下苍生，朕一定要接受你的赌约。说说看，你打算怎么赌？我沈万三乃一介商人，一生都在盘算，最重视江本求利，只要是划得来的我就赌。不要那么多废话，说赌什么。如果我输了，我就会把皇上梦寐以求的聚宝盆双手奉上。聚宝盆？皇上，那要是朕输了呢？那你立刻退位，同时恢复朱爽皇子的身份。如果我输了，我就会把皇上梦寐以求的聚宝盆双手奉上。聚宝盆？皇上，那朕要是输了，那你立刻退位，同时恢复朱爽皇子的身份。不可能。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沈老爷，请留步。条件如果谈不拢，有必要继续在这里说废话吗？沈老爷，你自称是商人，你知道商人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吗？商人
当然就是做生意买卖的人。哼，原来沈老爷对商人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了。我认为商人乃是善于协商之人。刘国师，你说话拐弯抹角，就是要我退一步。其实这个赌约对我来说已经不划算了。你们想想，自古以来有哪一个朝代的皇帝能够容忍一个商人富可敌国？皇上要打我这个出头鸟非常的简单，就像二十几年前一道圣旨，顷刻之间就让我倾家荡产，我几十年来辛苦得来的家产就这样被抄了。沈万三，就因为朕有愧于你，处处让着你，你现在怎么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在讽刺朕就对了啊。我有什么资格讽刺皇上？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拿现在来说好了，你只要一不高兴，就可以立刻让我身首异处，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你想挟怨报复，想利用对江见底化解你的怨恨？你要这么想我也不反对。沈老爷，不过有一件事情伯温并不了解，还想请你明示呢。堂堂大明朝的刘国师，居然也有你不了解的事。你用这个赌约要皇上退位，我能了解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但是为什么你要帮助朱爽恢复皇子的身份，这我就不了解了。朱爽犯案在先，逃亡在后，你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弑君之人呢？我没必要向你说明。哼，你可以不说，但是你越是不说，我越觉得这里面有蹊跷，你才会想要帮助朱爽恢复皇子的身份。不管你怎么想怎么说，这个赌约能不能成局，全在皇上的一句话。不过朱爽犯的是重罪，罪是轻是重，全在你皇上的一句话。毕竟朱爽是你皇室之人，只要你认定这是家族丑闻，我相信所有的臣子没有人敢说不是。赌不赌在你，皇上如果摇头，我沈万三也不会反对，这是这黎民百姓将受水火之苦，皇上意下如何？为了天下苍生，朕不可能说不要。不过朕要看这聚宝盆是真的还是假的。嗯，很简单。啊，聚宝盆就长这个样子，那没什么稀奇的吧？人不可貌相，宝物也是一样，皇上要是不信，可以亲身试试看。只要你把这个银子放进聚宝盆里，然后念至须弥于芥子，放芥子成须弥，盆不为盆，宝不为宝，自生自聚，慢而不易，真假立判。真的是假的？至须弥于芥子，放芥子成须弥，盆不为盆，宝不为宝，自生自聚，满而不溢。刘伯温，是真的。朱元璋，你真是够笨的，把仅有一次的机会用掉了，现在的聚宝盆在你手上就跟废物没两样。沈万三愿意把聚宝盆交出来，这其中必定有诈，可惜我对聚宝盆了解太少，看来我要暗中调查了。
现在可以证明这个聚宝盆是真的，那朕就接受你的赌约。吕布，既然如此，我就将聚宝盆暂时交由刘国师保管。这样才能防止我利用聚宝盆的财力和皇上对赌。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启禀皇上，如果沈老爷也用聚宝盆聚集他的财力，在他交出聚宝盆之前，他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就算他把聚宝盆交出来，对他也没任何损失。刘国师，你口口声声都在指责我沈万三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小人，如果真是如此，这个赌约我想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你真的想当在南巴穷穷穷穷到悲伤化作流浪，浪子也有回头时，歹行会出头天，世间无大人可提出咱真心。刘国师，你口口声声都在指责我沈万三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小人，如果真是如此，这个赌约我想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沈老爷，刘伯温，朕跟沈万三都很信任你，所以你以天下苍生为念，就接下这个重任吧。啊，臣遵旨。刘伯温，你最终还是逃不过我设下的局。皇上，为防有人言而无信，这赌约一式两份，双方签订确认。你看看这个内容是不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如果没有，沈万三斗胆请皇上签下赌约。刘伯温，你替朕看一下，念给朕听。是。沈万三、朱元璋对将逐题分胜负，以最早逐题成功者为胜。朱元璋若输，立即退位，恢复朱爽皇子之位。沈万三若输，就交出聚宝盆。朕跟沈万三对将逐题，压力就减轻一半了。那么修好难题应该不成问题了啊。禀告皇上，要修好难题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中间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恐怕就无法完成了。你除了会说银子不够，就不会想办法吗？工部侍郎这么好当的，我看干脆换人做了。微臣该死。哎，起来，起来，起来！谢皇上。儿臣叩见父皇。平身。谢父皇。启禀父皇，儿臣私自做主，让御师回湖北调常家军前来。调常家军来干嘛？儿臣是想，朝廷主体必定需要大批人力，常家军军纪严明，若是有常家军相助，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可是父皇，儿臣身为大明朝的皇子，理该为父皇分忧，为百姓谋福利，儿臣愿意加入逐题救灾的工作。启禀皇上，大皇子心思稳重，有过人的聪明才智，上回带兵剿灭通天教，因为一时失误才会失利，这次若给大皇子机会逐题成功，不但对皇上要立大皇子为太子之事有所帮助，更能让朝臣心服口服。我用听你的口气好像很赞成朱标负责难题的事啊。微臣不但赞成，而且是大大的赞成啊。不过朕很担心朱标没有逐题的经验呢。启禀皇上，大皇子虽然没有逐题的经验，但是他能想到找常家军来逐题，就表示他有过人的智慧，这是难能可贵，
再加上国师不是说他会协助主题吗？大皇子还有国师，再加上军界严明的常家军，微臣相信，在大皇子的领导之下，这次主题的工程一定会顺利成功。嗯，国优，你说的很有道理啊。那指标，那难题的工程就交给你全权负责。阿珍领旨。嗯，启禀皇上，微臣一定会全力辅佐大皇子。杨大人，我看这一次你就不必辅佐大皇子了。启禀皇上，星竹难题的工程攸关皇上要封大皇子为太子之事，而这次杨大人在竹题的工程上已经是败兵了，如果让他出面辅佐大皇子，恐怕反而会让大皇子分心呢。嗯，啊，对对对对，那竹题的工作呢，你就暂时别管了啊。微臣遵旨。周彪，好好的做，地震争一口气，别替你自己争一口气，知道吗？是父皇，儿臣绝对不会让父皇失望。嗯，朱彪呀，朱彪，你这个庸才，自己挖个坑往下跳，我看你这个阿斗要怎么胜过沈万三。夫人，你放心，这件事我绝对不会让师兄知道的。阿秀，夫人，阿秀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愿意让我知道你的过去。你为师兄所做的牺牲已经让你自责了20几年，如果这件事要是让人知道的话，一定会牵连很多人的，而且也会危及到夫人的性命。谢谢你，夫人，你不要这么说。你把阿秀当成是自己的女儿，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我能做的只是替你保守这个秘密。好了，我们赶快进去吧，免得师兄会担心。嗯，师兄，我们回来了。娘，阿秀，你们回来了。怎么了？我看你们好像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哪有什么心事。阿秀，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你没看到喜欢的？阿秀，阿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又痛了。你的眼睛又痛了？嗯，来，先坐下。来来来，来，哎，刘胜啊，阿秀的眼睛不舒服啊。是啊，他眼睛痛，这种情形已经很多天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可是何贵妃不愿意帮忙，再这么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哎呀，刘国师啊，你拿何贵妃没办法。是因为你太耿直了，哎，这次啊，让老衲我陪你去。高明师傅，有什么办法？办法是没有，只是你还记不记得阿秀说过，娶她的刘璋点妻的是个女人，而且那些人都是蒙面的，这是怕阿秀会认出他们的身份。你想想看，我们认识的人里边有几个人会法术的？我当然知道，何贵妃。和娶阿秀刘璋点妻的事脱不了关系，但是他很多次出手相救，我也不便再为难他了。哎呀，刘国师啊，所以我才说呀，你太耿直了，才拿何贵妃没办法。但是为了阿秀，我们一定要用一点小技巧。高斌师父，嗯，你就不要再为难我师兄了。哎，阿秀，高斌师父说的对。为了你，我也只好这么做了。刘神，想通了啊！其实，我想到一个双赢的方法。哦，双赢？何贵妃不愿意帮我的忙，是因为她担心刘璋点妻一事曝光会被四皇子知道，所以我想在何贵妃的面前点破这件事，而且我要让她知道，我不会再追究了。这就是双赢的方法。
没错，老大我呀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有些话你不方便说，要是让老衲我来说也刚刚好啊。哎呀，所以啊，老衲我才说我陪你一块儿去，一定会让这何贵妃答应你的。娘娘，金芷河又传来消息了。铁娘子，齐公主圣驾目前已经到了陈州，再过七天就可以到应天了。铁娘子要记住，一定要与铁迷离恭迎凤驾。七天，这么快，我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娘娘，相爷不是说了，叫我们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好好恭迎七公主凤驾就行了。秋桂，你怎么这么傻？胡惟庸说的话能相信吗？他现在一定跟我一样，想尽办法要查出这个七公主的来历。毕竟，我跟胡惟庸当初在南巫李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皇室里面有这个人物的存在。娘娘，请原谅秋桂的愚昧，我对南巫李国的皇室一点也不了解。哼，这怎么能怪你呢？南巫李国的老国王，他有45个儿子跟女儿，连我跟胡惟庸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微臣参见何娘娘。嘿嘿，何贵妃，你好。国师，高兵师父，不知你们来静安宫有何贵事？微臣想恳求何娘娘医治阿秀的眼睛。刘国师，这个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问过我们娘娘了？怎么这次又来问同样的问题？微臣希望何娘娘再三考虑。考虑几次都一样。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医治王阿秀的眼睛。哎呦，刘国师啊，老衲我早跟你说过了，何贵妃啊，这堂堂皇室的嫔妃，她哪可能会医治阿秀的眼睛呢？你呀，找错人了。是啊，刘国师，你真的找错人了。要医治阿秀的眼睛，应该去找更高明的大夫。你找我们娘娘，真的找错人了。哎，对对对，你呢应该去找一个法术高强的，好比那什么铁娘子啊。高兵师傅，嗯，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哎呦，老大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提醒刘国师解铃啊还需系铃人。高兵师傅，哎，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怀疑王阿秀的眼睛是本宫所取的吗？我绝对不可能听错，就是他没错，就是他挖走了我的眼睛。难道你怀疑王阿秀的眼睛是本宫所取的吗？王阿秀，他怎么会在外面？嘿嘿，其实啊，我跟刘国师要进来之前，我们就安排好阿秀在外边等，主要呢就想让阿秀听听看你说话的声音跟那个把他眼睛挖出来的人说话的声音是不一样。阿秀怎么样，这两个人的声音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就是他没错。哦哟！阿秀姑娘，你可别乱说话。我们娘娘她还有你，也就是在我失去眼睛之后，送我回去的那个人。哦哟！何贵妃，现在罪证确凿，难道你还能置身事外吗？ 刘国师，你真有一套。王阿秀，你也确实很厉害，可以把所有的声音都记得一清二楚。好，事到如今，我承认，所有的事都是我何嫣宁所为。何娘娘，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阿秀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对付他？我当然有我不得已的苦衷。刘国师，既然你已经把事情的真相查得这么清楚了，现在你想怎么处理呢？何娘娘，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如果事情闹大了，连你最在意的四皇子他都会知道。你希望我怎么做？ 好，看在我对王阿秀有所亏欠的份上，我答应医治他的眼睛。你给我5天的时间，5天之后，我一定会完成我答应你的事。但是，刘国师，你必须要答应我，过去你我所有的恩怨，从此要一笔勾销。 我可以答应你，这是私人恩怨。只要阿秀不追究，我也可以不追究。当然，你最心爱的四皇子，他也不会知道你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取阿秀的留章顶器。阿秀，你师兄现在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追究，他就要追究；如果你不追究，他也不追究了。怎么样？你要追究还是不追究？ 师兄，虽然何贵妃她是取走我眼睛的元凶，可是她也是指引你去找灵猫，让我眼睛复原的明路。而且在我失去眼睛之后，她对我也很好，不但照约定给我你的解药，而且还派人送我回去。既然事情都过去了，你就不要太为难她了。嗯。 哎呦，阿秀啊，你这是太善良了，他们那样对你，你还替他们说话？哎呀，你呀！何贵妃，既然如此，这件事情我就一笔勾销。但是5天之后，你要履行你的承诺。刘国师，你跟我们娘娘合作多少次了？我们娘娘一向是说得到做得到。 何娘娘，5天之后，我再来拜访你。告辞，阿秀。娘娘，你真的要医治王阿秀的眼睛吗？不过你这次要医王阿秀的眼睛，就需要人眼的血脉。 那不就需要去取？没错。看来我必须去取天一神水。大皇子，这是竹题的施工图。 我一定要完成父皇交代的任务，现在开始动工。是，大皇子。 沈大官人，这位是负责石料的工头，他要来跟你请款。
石大官人，有劳你了。客气客气，还是你们大家辛苦了。我只不过是出一些银子而已。目前的工程进行的怎么样啊？顺利吗？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做，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园在逐步提防，不认真点可以吗？那就好。来来来，来来，哎，你看啊，这是要买食材的银子，你点收一下。啊？ 哇，这么多的银子啊！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只不过一般大笔的款子都是拿银票，直接付银子的，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我们沈大官人什么没有，就是银子最多，你就收起来吧，别客气。是。好，你们赶快去，如果有多出来的银子，就给大家加菜。你们大家要加把劲儿。 要越早完工越好啊！那是当然的，那小子就先告辞了。啊，请请请请。现在朱元璋能够逐完难题，就要偷笑了。可是沈大官人你就不同了，你不但做得轻轻松松，还有多余的钱给工人加菜。朱元璋要是知道了，一定气到吐血。哼哼。 等他失去了江山，他会抑郁而死。沈大官人，倒是不好了。怎么了？现在修筑的工程，其他的部分啊，都很顺利，唯独在徐家村口的那一块，不管怎么修，他怎么塌呢？把整个进度都给拖慢了。 是大官人，大事不好了呀！怎么了？现在在修筑的工程，其他的部分啊，都很顺利，唯独在徐家村口那一块，不管怎么修，它怎么摊呢？把整个进度都给拖慢了。真的有这种事？是真的。怎么修怎么摊？带我去看看。是。 水师涡流搅动确实很玄奇，沈大官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就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太极合图。啊，太极合图！这个秦氏若是这样就麻烦了，我必须想个办法破了这个漩涡，否则我跟朱元璋的赌约绝对赢不了了。 不行，朕绝对不能认输，这件事情要赶快解决。主标，是。父皇，嗯。父皇，嗯。儿臣也一直在想办法破解，可是这个河水的走向怪异，儿臣试了不少方法，都未见效果。真的耶？怎么那么奇怪啊？回父皇，儿臣也不清楚。 但是只要这个漩涡一直不消失，不仅我们没有办法把敌方修好，沈万三那边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到时候两边都会破了功，汛期一致必定会造成更大的灾情。这样，朱标，你先回去监工，朕到国师府去一趟，看刘伯温有什么办法。是，希望刘国师能够找到解决之道。那儿臣就先回工地去了，儿臣告退。嗯。 咦，看这个样子，还真的很奇怪。算了，先找刘伯温。嗯，刘伯温呐，朕是来问你，要怎么修筑堤防。
要如何？这边修好了，那边不会垮；那边修好了，这边也不会垮。嗯，你摆这个法坛干什么？启禀皇上，微臣接获通报之后，微臣已经勘察过有问题的江流了。哦，你已经看过了，那你觉得这条江流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皇上，现在正值春夏之交，冬雪冰融之际，水势非常盛大。再加上这个地形里面有很多的暗礁，激流交汇，形成一个很大的漩涡。再加上上游两河交汇，这水一清一浊，形成一个太极图形。这个现象自古就被称为是太极河图。太极河图？哎，这对我们主体有什么影响？哎呦，这老衲我知道哦。太极河图如果没说好就变成太糊涂了。这在古书上有记载啊，最早呢是发生在上古的夏朝，因为水的漩涡非常大呀，因此造成江水泛滥成灾，一直到大禹治水才把这水患给平定了。那既然这个大禹都能把这水患平定了，那就代表一定有方法可以对付太极河图，对不对？哎，可是这个大禹是用什么方法平定这么大的漩涡呢？啊，皇上，相传大禹是使用一种神器才能平定太极河图。什么神器？这就是微臣还不了解的地方。不知道要用什么神器，一来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二来要怎么平定这水患呢？所以我才要设坛做法，我要打天听，了解要去哪里拿这个神器，还有这神器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刘伯温你一定有办法，对吧？好，别耽误时间，快点做法。是。刘神，你专心做法，老衲我呀替你护法。好，高明师傅，谢谢你。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小粽子，清香。是。先生，打天听，探地势，此我已灵。去。你要不要紧啊？皇上，微臣不要紧。哦，辛苦了，辛苦了啊！哎，不过朕呢，刚刚好像看到三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而且刘伯温还查到什么线索了？皇上，刚刚现出的是西海山三个字。哦，而且微臣已经查出来了，要平定太极河图，就要找到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所使用的定江神针，才能够化解这次两岸溃堤的危机。不过，这江水山河是属于天子所有，必须要由天子亲自出马，才能找到这支神器。茫茫情海也无